这样的，哎，体力活来了啊！哎，这个只要一分钟145次，你就同屏，咱们就可以离开这儿了。我姐姐心率最高的时候，因为当你们和我姐姐最痛苦的时候同频，你们就能感受到她的痛苦离开这儿了。多么想离开这里，多么想！怎么才能那么高呢？做100个俯卧撑，你懂这个是吧？就说心率变快，就是一定要运动呗。对啊，来，对，你肯定很。你来啊，你来比我容易，你知道吧？你做10个你就145了，140了。我要做就是可能比你多，就。但是你不喜欢做不容易的事情，你就喜欢挑战困难。可能像我这种平时常运动的人，我要心率达到140的话，其实会更费劲儿一些。比如说我做50个俯卧撑能到140。但是大老师可能做20个就可以到，就相对付出的这个劳动力是就是更省更赚的嘛。但是我有考量到，就是上一次大老师像那天要玩那个，他就明显就会比我吃力一些嘛，也是应该是我自己要站出来做的一个事情。再给我一组，给我一组，十个，8、6、4、3、2。你情绪上不去，光这个没有用，放弃。嘿，来给我一个微笑，祝你天天都是快乐的，每天都是最开心的。好的，来，开心，你是最强的。哈哈哈，好开心呐。有效，开了，乐了，高兴了，歇会儿啊。